第二个他问的，修法过程如要观想土地公，加持应如何观想及放光，行法有何要旨？这个其实我没有讲的说很多。然后现今网络流传土地神法的要旨，借为莲生活佛的开示，那你就按照那个就可以了。能否请师尊慈悲再次示范此行法？我已经写在上面了，已经写了，你就按照那个就行了。两手掌五指内握，如恭喜发财的手势。行者将双手观想成为金眼宝，一面顺时钟旋转手势，便持诵安土地真言108遍以上。旋转手势同时，行者观想自己变化成为土地公。他要这样子做，我们也没有办法。你要当土地公，你就这样子做吧。哦，彩虹雷藏寺让师尊知道，这位同门说是师尊的开示，但我们没有找到师尊这样子的开示过，而是在网络上找到这是乐智上师的开示。啊，那是乐智上师的开示，啊，不是我的开示啊。不过乐智上师的开示，你要用也可以用。大概他比较有经验，他可以当土地公。